家好呀！这次我们决定利用奥特战士同胞的力量，来消灭威胁到我们的那些奥特战士。来吧，开始对付奥特战士吧。在这颗地球上生活着很多外星人，但这件事情并不为人所知晓。几位年轻人将会再次相遇，书写出一段传奇。情けない自分はもう結構始めよう一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行き先冗談で決めて進化の道が見えたら踏み出すだけさ Here we go ダイダーあの彗星みたいな光放っ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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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バディー Go 走り続けようウルトラマンダイヤその胸に宿した总之，我们得想办法对付泰迦奥特曼。不，现在妨碍我们做生意的不光是泰迦，还有托雷基亚。那家伙完全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根本就是为所欲为呀！要是能清除所有的奥特战士就好了。你这是在说笑话吗？才不是，我可是认真的。那么。要不我来假冒泰迦奥特曼吧。一个人对付他们两个能打赢吗？这个嘛，而且要是我们消灭了他们，那光之国的那群家伙肯定不会放过我们。放心吧，光之国的人也很害怕托雷基亚，要是我们击败了托雷基亚，他们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插手呢？干脆我们给他们搞一个特殊待遇怎么样啊？去调查一下他们喜欢吃什么东西。光之国的人都吃什么东西啊？扎布，和你根本聊不下去，没有我的同意不跟人家说话。好了好了，我们这不是在群策群力吗？就是啊，吃什么东西可是很重要的，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呢？谁管你们吃什么呀？别动手啊。我有个主意。什么？哪来的主意？这是你的斗士。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合适的人选，能让光之国的人感到害怕。合适的人选就是贝利亚奥特曼。贝利亚？那家伙不是被捷德奥特曼打败了吗？我有一个绝妙的计策。红色，红色，红色，明明是红色，为什么叫金鱼啊？不好意思，我要吃了。切，你做了什么梦啊？该吃午饭了。好。这是什么？
里面是贝利亚的遗传基因。什么？贝利亚的遗传基因？看颜色的折叠不能打开，还没准备好呢。做实验嘛，死一两个无名小卒又算得了什么？好了，斯兰，你来负责按下按钮。真的假的？你现在就来啊？只能硬着头皮上来。哎，我按。来吧，我会让你成为比真正的贝利亚更完美的战士，可爱的孩子。我们真的能靠这个来消灭奥特战士吗？我你别吓人啊，战士！不过我们要怎么引奥特战士出来啊？啊？这个选哪个呢？你先吧，社长。哎，社长先选。不用了，你先选吧，来。真的吗？先吧。那就味噌口味的。那我就选这个。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这是他喜欢的摄像机是什么呀？这东西能拍得清楚吗？你们不知道吗？入侵电视信号是我的拿手绝活，这个摄像机可是非常有名的。真的假的？齐布尔，你准备好了吗？早就好了。喂喂喂，我是扎拉布，有孩子吗？喂喂喂喂喂喂，快点到了，已经在播放了。大家好呀，这次我们决定利用奥特战士同胞的力量来消灭威胁到我们的那些奥特战士。上啊，我要上去了。来吧，开始对付奥特战士吧。快出来吧，可恶的奥特战士们。那是什么？看着很危险啊。黑色的奥特战士呢？表情有点可怕呀。肉还是黄色的呢，是不是很像香蕉？确实很像。父亲他们都很难压制住他，我们上，有幸，好。来吧，光之勇士泰迦，伙伴，上吧，泰迦奥特曼，是。好嘞，快拍快拍。是当然了，我也来欣赏战况了。齐布尔，这家伙真的是贝利亚吗？
交给我吧。什么？结交吧。そこの貴様、我が注目の情報を特別に教えてやろう。That's enough excitement! Ultra Galaxy Fight, the absolute conspiracy! Something is happening in this galaxy! So this is the power of darkness. I deny both light and the bond to stand up for justice and overcome challenges. That's Ultraman! So you're Tartarus?Come to witness history. Now on YouTube. Access granted. 必ずチェックするのだぞ。放开我！喂喂，没想到你们竟然对付不了那家伙。托雷基亚，你为什么救我？你搞错意思了。啊！可不能让这种冒牌货破坏了我的计划。你说他是冒牌货？你竟敢嘲弄我的作品，托雷基亚！斯兰，给他加入更多的贝利亚遗传基因。啊！喂喂，刚才扎拉布可是碰到一点贝利亚遗传基因就晕过去了呀！吵死了，快闭嘴！不许对我指手画脚！斯兰，快动手！那我可不管了。拿我了，可没票了。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我。你这家伙和你的主人一样野蛮呐！你这是在嘴硬啊！你这样太丢脸了，托雷基亚！你们好，你好，然后再见，再见。哎呀哎呀，你没有主人了呢。谢谢谢谢。这个冒牌货还挺有意思的嘛。
这样可不行啊，太佳。真是的，难怪我感觉到一股不妙的气息，还真有人这么恶趣味啊。你是谁？赛罗，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好久不见了，太佳。好了，我们上。好，太佳，赤焰剑。燃烧吧，我们携手攻击。伙伴，上吧！太佳奥特曼，三重斯特利姆形态。杰德好不容易解决了他，竟然还有人来添乱。哎呀哎呀，问题儿童来了。是托雷基亚，你可没有资格这么说我。我们还是第一次交手吧。哼。正是因为迷惘烦恼才显得美丽，一旦有不满意的事物出现，就会不假思索地露出敌意，所以我对你不抱有期待。赛罗，和你打了一场后，我更了解你了。你这个人无聊透顶。了解我，你还早两万年呢。差不多该结束了。三人小队。赛罗急速攻势，三重斯特利姆射箭。这是蕴含着我力量的光灼，现在的你应该能用它，收下吧。来吧，
这就是赛罗奥特曼的光灼啊。等离子赛罗光灼开始连接，泰迦爆破射线，这就是等离子赛罗光灼的力量。我们的力量能够200,000,000的产生共鸣。既然玩具已经消失了，那么今天的活动也就到此结束了。休想逃！赛罗双圣心！太上，是你把身体借给了泰迦吗？我的名字是尤幸。尤幸，辛苦你了。托雷基亚比贝利亚更令人难以琢磨，他不好对付，你要小心点。好，泰迦，好好保护帮助你的伙伴，你们一定会胜利的。是。也许还会有人利用贝利亚的遗传基因来作恶，我去追查那些家伙。这里就交给你了，泰迦。不是交给你们了。是。泰迦，你真是很有意思呢。好了，快乐的派对即将开始了。托雷基亚召唤来了宇宙中传说的怪兽，看来
地球要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了。在世界末日临近之时，美丽花却显得有些奇怪，她被赋予的使命究竟是什么？下一集泰迦奥特曼，我是美丽花，上班有请，因为我们是兄さんたちパワフルですね。おお、春樹もそう思いますか？チャンネル登録してこれからも活躍チェックしましょう。ウルトラ登録だぜ。